这是香港的一所中学，应该是今天，我说的是9月3号，9月3号，时代革命，自由香港，啊，光复香港，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拍这个片子的人是个，我看到的是一个洋人来的，所以他的背上的备注呢，备注就是说，中共在与香港人对垒的过程中，已经早已在心理上、在精神上、在人性上、在生命的基点上，中共早已输掉了这场战争。他基本上描绘是这么个描绘。时间挺晚，再跟大家介绍一篇《华尔街日报》的另外一篇文章：香港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大媒体的中心问题。英国日报把它翻译成中文了。临阵挽歌响起，临阵挽歌响起，他已经无力挽回局面。所以那就辞职吧，无力挽回局面，无力掌控大局，那就辞职吧。所以这是《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出现呢，要早于港澳办的杨光的那个记者会。所以林郑月娥的出尔反尔，林郑月娥的二号被路透社披露出来的讲话内容，三号他又去斩钉截铁地否定自己这种在呻吟的背景之下，在哽咽的背景之下那一份情感的描述。所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完，就是那就完了，这是完全完了。因为斩钉截铁地去否定自己，然后又说那个哽咽的那个呻吟的哽咽的自己呢，那个谈话是真的，他们不应该披露出来。语无伦次，前后失去，我说呢，其实就是有着不同的动物的干扰，就他基本完了。所以他出事的标志，他完蛋的标志是9月2号路透社那份录音。跟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说8月31号香港事完了，基本就结束了。所以现在要一切都看北京了。他基本开头也是从哪儿来的？星期一，路透社披露录音，提到林郑，如果选择机会的话，他会辞职。今天星期二见记者，承认了这一次会面私人闭门会议的交流对话呢是被公开的，但说明对话是真的。对话的录音不是被人编辑的，而且呢都是现实存在的。这是很有趣的这么个人，但却又重申从来没有向中央提出过辞职。你没，其实他没必要这么说，但是他已经不灵了。我以为是他的心理承受力基本崩溃了。苹果日报登另外一篇文章说，他在记者会上一直在眨眼，频繁的眨眼，反映出他基本就是已经失智，就是失去智慧，失聪了。人已经不成了。华尔街日报，如果林郑真的像录音中说的想真诚道歉，又坦言自己无力控制大局的话，那示威行动已经为他提供了一条光荣的下台的台阶，立即辞职。其实他现在应该是立即辞职，但他很绝，他不辞，这也挺绝的。我说立即辞职的意思，那习近平能杀了他吗？杀不了吧。但他现在立即辞职，那是绝对就摆了中共的一条道，这是肯定的。所以他就不辞，然后呢他又胡说话，这软刀子扎死人，软刀子扎人呢就扎得更狠，等于他用软刀在蹂躏习近平，实际是这么回事。再向北京反映立刻停止违反一国两制的承诺，才可以避免自己写上出卖香港的恶名。这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在华尔街日报来讲，认为当他
既否认向中央提出辞职，又说那一番对话都是真的话，所以他是真正的香港出卖者，出卖香港的人，利益追寻的人，那又是一个完全失去了一国两制本该坚守的一个特首应有的责任。录音中提到，如果我有选择，第一件事就是请辞并郑重道歉，但由于事情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令他处理的空间很有限，中央不打算出动解放军镇压，反送中运动持续第13周，状况越来越严峻，中央不打算出动解放军镇压，而今天的这个阳光呢却说呢，中国有权利单方面提出这个紧急状态，单方面提出紧急状态就是在香港实行大戒严。所以那这种说法就大家可以看到明显是冲突，已成为世界焦点，而中共当局不会允许林郑月娥做出丝毫让步，那中央形象受损之余，更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把国内就示威的苗头带起来。那所有集权政治都这么讲的，那这个推断呢也同样被阳光的颜色革命的这种定性呢也就变成了肯定，就是中共惧怕的那种心态早已超过实际状况啊，早已超过实际状况。实际状况是否有那么大的威胁，香港人大陆人不是香港人，大陆人几辈子生活在被羞对不起被羞辱的环境，几辈子的将近70年都生活在一个高地洞的环境，香港人不是，对吧？所以他不具备，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不具备香港年轻人的素质，他的素养，他的生命素养完全不具备。但是呢越是利益的人，他就越认为周围都是贼，他的朋友，他的妻子，他的家人全是贼。我描绘的是习近平，因为他要想称帝的话，他认为所有人都在阻扰他。上周大规模抓捕立法会议员和香港众志的成员，这一点上在香港司法界已经出现了巨大冲突。香港它有一个什么检察官协会公开发表电子邮件，发给了整个它的司法立法跟执法的环，律政司是司法，执法应该是执法就是警察咯，那这个立法是立法会咯，对不起，司法是法院咯，是这样的。律政司也是执法，它里面有一个检察官协会认为香港的警察极端霸道和恶行乱来，就是针对立法会的议员跟香港众志成员的大抓捕，而在他的陈述中是7个人，他是用描绘的是7个人。到目前为止，示威人士仍未有所放弃的这种可能，几千人瘫痪机场，星期一全港学校开学，不少大学生、中学生参加抗议。所以正如林郑月娥在录音中所说，中央不打算出动解放军镇压，因为他们明白要付出重大代价。那这个说法现在看来应该是被阳光给否定了啊，应该被阳光否定。阳光认为就是港澳办的头，港澳办的发言人阳光呢，他说我解放军不出来，但是呢中国政府有权宣布。所以你可以这么讲吧，就是10月1号习近平称帝，绝不能让香港的抗议行为成为了一个另外的真正的世界瞩目的焦点，从而被嘲笑。他要让全世界瞩目他，而不是香港。所以在这点上说，
他有可能在10月1号之前，对不起，10月1号之前实施这种紧急状态，在香港进行大戒严，也就变成林郑月娥必须在9月份搞定，9月20号之前搞不定，他就要出手，就说这意思了。而林郑真想道歉，身为特首却不能与示威者妥协的空间。显然这句话是他说的。既然坦白自己无能为力掌控大局，那就应该请辞。而且示威行动为林郑月娥提供了一条光荣的下台的台阶，那是他自己不下来。所以这个制度很邪恶的，是很邪恶的。就像我们说共产党许进不许出，林郑月娥是因为他自己的私心，但他的这种做法呢，等于同样相生相克道理呢，他把习近平给缠死了，就是这种纠缠的缠，完全给缠死了。你看起来他是受习近平摆布，对不对？但实际习近平又没有能力，又不知道如何应对，看起来受习近平摆布。而当习近平没有能力，林郑月娥这个做法的本身，完全出尔反尔的本身，这种极端利益、极端奸邪的阴邪的这种做法，反过来却作死了习近平，相生相克道。请辞是林郑目前唯一的出路，再向北京反映停止违反一国两制的承诺，他哪敢说呀？他不敢说，对不对？那反映停止违反一国两制，是指现在已经违反了一国两制。林郑月娥的那份录音就反映出一国两制完全失败了，不存在了。更应该与其他官员，香港其他官员加入示威者阵营，向中共显示团结的力量。这个说法就更有趣了。那就是在中共的眼睛里就是港独了，这个他就港独了。所以是跟我也觉得他应该是这么做。其实只要林郑提出辞职，或者带着他的团队整体辞职，那就是概念就完全不同啊，概念完全不同。那就是那对中共打击巨大，偏偏呢这些人不是。才可能促使中共当局重新反思目前的镇压行为和拒绝妥协的代价。所以，《华尔街日报》在评价中也把中共当局定格为不可能在这个环境中完全崩溃的一个政权，还认为它可以延续下去，对吧？所以，当它延续下去的时候，林郑月娥以这样的方式，为了防止自己被成为一个出卖香港的人的一辈子的罪名，但他已经说他是出卖者了。要想洗清自己这一份的罪名，那他就去直接跟香港人站在一起去挑战中共。那他如果挑战中共的话，其实他不是辞职，就即刻成立独立，宣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宣布香港中层以上的官员停职，警察啊，中层以上的官员停职。来调查过去时间里面所作所为，我觉得那他只要他要敢这么做，那就行了。那这么做，那下一步等着，那就是军队进香港。军队不进香港，那他就是一国两制一个特首他拥有的自主的权利。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到9月2号消息一披露出来，直接所有的矛头在挑战中共，挑战习近平，才可避免自己在历史上背上出卖香港罪名，没错。所以这是华尔街给他画的道，出的主意。想不出卖香港，想洗清自己的罪恶的深渊，你就站在示威者这一面，站在示威者这一面去挑战中共政权。感谢朋友们的支持。